很多人都说台北的夜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，只要看过就会爱上。只是晚上的台北，有人可以下班放松心情，有人却无暇欣赏，尤其是选举的这些人们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再过几天，这名字还看得到。绿竹笋好吃，因为是绿的。这些政治人物们的夜晚有多神秘？今天寰宇说新闻就来聊聊这些政治人物们的一夜台北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8点多，想必很多人已经下班回家，调卡连退休假崩会等息。不过选战进入倒数关键时刻，参选人们就算夜幕低垂，依旧闲不下来。今天我们来到台北市万华区，捕捉野生的姚文智。阿里，欢迎你哦。谢谢，多谢阿里六，多谢阿里六。到其实姚文智过去在大学也是打篮球校队出身的，但是他也很关心文化和音乐。等一下行程告一段落之后，就会把时间留给寰宇新闻的观众朋友们。我们现在跟姚文智一起漫步在台北市的万华，这里其实兼具了流行和次文化。我们来谈谈说姚文智对于万华的改造愿景。那我希望万华它未来它能够以龙山寺为中心啊，其实龙山寺是台北市最重要的信仰啊。那而且它周边现在捷运啊也经过万华车站也完成啊，其实万华应该要重新展开另下一个世纪一个崭新的视野。日本的浅草它其实是一个发展的模式，传统的信仰结合新的时尚啊，新的流行民俗的产业啊，能够注入，然后来带动周边各种新的文化的发展啊。柯文哲他其实做了快4年，但是有很多的问题到现在好像还是没有解决，包括像交通啊。其实台北市要不要再盖捷运啊？其实柯市长最近有提出来了，有要解决内湖交通，他提出了东环线啊。那我们是主张说整个环状线要重整啊，要整合北环、南环，然后加东环，叫做首都大环线啊。重大建设柯市长做的非常少。那好，感觉好像说的比做的多啊，就是很多东西都延宕，丁守中几乎没有什么政见啊。我看他坦白说，感觉到他对市政的努力不够。他最近提到说，关渡平原要做环球影城，真是不可思议哈，因为他还是在地选出来的立法委员啊。谢谢哦，谢谢，好，等一下。他还是北投选出来的立法委员，显然他的准备啊，虽然给他那么长的时间，但是他的准备啊，就一副不想要选上的样子。他们知道我的工作，那也了解这个面对的这个选战，我们承担的责任。其实我晚上回家的时候，都会跟他们一起吃宵夜了，我们还是会稍微聊一聊今天好碰到了什么事情。为了打赢选战，家人们也只能暂时放下。不过身体毕竟不是铁打的，总是要吃饭。带您一起去看参选人们的深夜食堂。大家好，举手说话。好，来，谢谢我们的演讲。政治人物晚餐都怎么解决呢？我们跟着丁守中来到士林夜市，根据他的幕僚透露，他非常喜欢吃小吃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小吃时间比较快。Hello 委员，你好，第一次来这边吃吗？以前来过好多次啊，觉得我点的这个一个鱿鱼跟一个鹅肝，那这个是我最喜欢吃的。你自己会不会比较挑嘴，比较偏好吃哪一种食物？其实没有哎，反正小吃我们就讲说骗骗肚子，那我回到家以后，那我会再吃一点水果，吃一点蔬菜，这样这么健康。觉得这次选举是跟他们的关系更接近了，还是说跟他们聚少离多，因为分进合集？我的儿子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但是对帮爸爸忙啊，他们是全力以赴，而且经常给我很多批评指导。批评像是什么？批评，那都说爸爸你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啊，都从年轻人的角度讲，我觉得也蛮好的。你要怎么用一句话来形容柯文哲？我觉得他就是。一句话哦，政治水母啊，政治水母就流之异变啊，漂浮不定啊。那怎么形容姚文智？姚文智这个好像至少的谈这个统独这个议题，我觉得也没什么意义。姚文智谈统独的议题，你看他身上穿的就是这个独的色彩那么强的衣服，深绿的。目前呢，打到现在，大家都说你的选情好像有一点吃力，你觉得会吗？我觉得不会耶，我觉得。千万，民调就参考参考就好了。我们看到过去有太多民调，
这个事实上只有参考的价值，而且常常经常的失真啊。那我们相信一步一脚印，最后我们一定会争取到最后的胜利。可是这家店啊，你看上面有很多柯文哲哎。没关系啊，这家是他将来就会有我很多我的照片。晚餐，你以为丁守中的行程就结束了吗？其实他还有下一趟要赶。同样一个夜晚，有些人选择到夜市逛街，也有人选择在家里看电视休息。但是对于参选人来说，却是必须珍惜的跑摊时刻。选战倒数一天当三天又很正常，参选人的夜晚与其说是精彩，不如说是惊喜。以上是环宇说新闻，咱们下回见。